好，1.06以后新的 NPC 在这儿哈，如雪废墟。看看，那边是那个风车村啊，风车村桥底下，我们这么着过来以后，过以后看见这个废墟了，然后这个废墟的左边第一个石头建筑物里面。啊，进来以后呢，这有很多的这个，带毒的猎狗哈，猎狗把它们打一下。然后这边第一个这个小这个房子建筑物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在这个地上啊，这个地上在这儿，兽爪马格纳斯的世界啊，就是。我们打他呢，就是我们要入侵他的世界，打完以后呢，就是我们就等于入侵了一个人了，然后就可以完成白脸的任务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去蒙格王朝的那个路线了啊。打完他以后就得到了巨星锤啊，还有一个失色锻造16，哎，不错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魔法头套互换回血，这个可能被改掉了啊，我们试来试验一下。啊，我们现在的血丢了一点了啊，血量568，看看原来是这两个头套来回换一换。就能涨啊！现在没有了，这也不行了啊！现在没有了，但是好像是这个头套还可，是这个头套还可以。不行了，啊，OK，这不行了啊！